DSE 毕业生选择动漫课程的九大考虑因素。第一，收生准则。我们香港动画及视觉大学学院 CIVICS 会取录有绘画天分的学生。第二，任教导师。CIVICS 的导师全部都是业界的精英。第三，课程设计。CIVICS 的课程 100% 全部都是动漫科目。第四，教学模式。我们用小班教学，师生比例是1:18。第五，升学情况。学生可以用年长生的身份升读学士课程。第六，导师奖项。CIVICS 的导师获奖无数。第七，学生奖项。CIVICS Year One 的学生成功入选动画支援计划，赢得100,000的政府资助。第八，就业情况。CIVICS 的毕业生获得雇主的高度赞赏。第九，课程认可。我们香港动画及视觉大厦学院 CIVICS 设计的两年制商业漫画、插画及动画文凭课程获得政府资历架构认可。我们还是全香港唯一一间私校得到这个认证。快点 click 入去下面 Google Form 报名，参加我们的免费升学讲座了。